李玉芬不接受被放第三位，和小猪半年没联络。你们好，玉芬，好久没有那个出席活动。今天看到呢，这个玉芬啊，性感登场，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。我不开心啦，而且这哪里性感啊？李玉芬今天替网络活动站台号称清凉走秀，事业线在哪根本没看到，美腿也没有志玲姐姐长。算了啦算了啦，没看头，她的感情世界可比身材有看头多了。请问五万六的朋友跟妈妈之间有点矛盾之类的新闻吧？矛盾之类的，你是说跟妈妈顶嘴啊？分手，分手。绯闻男友小猪爱妈妈胜过女友，之前已挑明女友在他心中排名第三顺位。你真的可以接受你男朋友把你放在第三位啊？我觉得如果我真的遇到了，我觉得，不知道如果人这样跟我讲的话，我觉得。我问他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言下之意就是他不接受小猪说法，该不会因为这样脆的吧？难怪他上个月生日趴会喝成这样。其实我生日那天真的很开心，根本连掉一滴眼泪都没有。他有失恋吗？失恋，单身很久了。真的吗？多少？你真的有从姐进祝福你吗？没有啊，我应该有半年以上没有联络吧。是完全连简讯都没有联络。对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没有，半年喽。好，分手半年。不会啊，好了，分手半年，分手半年。苹果娱乐新闻记者问到没耐性了，报道。